各位观众，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我曾经和一班教友去到德国，特别是跟他们行马丁路德的历程，将玛丽小姐和两位摄影师感悟到有很多东西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的当中能够体悟更多，并且了解马丁路德一生对我们的影响。感悟张玛丽德国马丁路德之旅。